很愉快，可是很少在绿林吧，经常都是没有人烟想吃什么，就是每天收工往岗上就睡觉，其实觉睡的多也没好一点，十二三个小时吧，早上以后六点就出工，就反正每天都挺早的。动不了，然后他们就说啊，算了算了，不强求。拍摄让我很舒服，不管是导演，几个主要演员，都是人非常好，美术啊、制作什么也都非常的，大家都很认真，看自己合适也是演就好。这个戏给我好多好多钱，他导演不是我喜欢的，他的演员没有默契的，然后剧本不是那么好的，给我很多钱我也不想去。那如果说整个拍摄环境和所有的人都是我喜欢的，那我肯定选择喜欢的那个。这当时拍古装，那么仙，那么玄幻，那么一打就一个波出去，但其实真正自己打波的时候挺尴尬的。吹风扇，吹小风扇，每天就所有什么抱着小风扇吹。好，可以了。OK 了。用那个水浆，就是要做血的效果，跟人家打了一架。没有，我就是瞎玩。他们很会玩，那我不会。其他人都是从剧一开始就有剑，有武器的。我是到最后才有武器，所以我都没有什么跟剑的戏份。就一个是热，然后一个是在天上没法控制自己身体，有点难受，有时候还会硌到。本身我是不害怕的。第一次拉威亚的时候，那个地方不太专业，然后给我摔下来了，然后后来又有点害怕。但现在，在这个组还好，就是大家都很认真。